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喵喵的创人。我们今天是要继续玩我们的 The Last Bell。那如果喜欢我影片，要加个赞，订阅我，随时在我的最新影片。所以我们上次是到这边已经是要准备开打了，然后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开始建东西了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也需要补点木墙，反正钱多嘛，应该没问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补点路障，从那边来。我觉得这边补两个路障，这边补一点好了。免得我那边来不及过去的时候，然后有那些怪进来，那我再把我们放在前面一点，你这边摆好了 ，OK，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我应该没有东西忘记弄了嘛，对吧？我看一下，再看一次，我还可以再建多一个魔拳呢。我觉得我们再建多一个魔拳好了，就这样两地面吧。来也是可以回复 NP。我们回复哦，对，只要一回复 MP， 我之前不是有在直播说，就是当那角色需要匿名的时候，我会抽几个人出来匿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就已经去抽了，然后抽到了温泉熊，还有感谢给，还有 Inner Baby 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把你们名字给放上去了。那走吧，应该没关系，应该不会太前面吧？我是怕太前面罢了。你还是过来这边好了，因为这边没有人顾，这里吧。哎，他骑士进来那个地区还蛮广的哎。你在这边，我觉得他过来这里好了。OK， 走吧。那我就说吧，你又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从哪里来。啊，这个其实走没有走很远，那我们一起走过去没关系。OK， 好。走五步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等一下哦，先看看我要怎么打。我们可以先这样子慢慢打掉。OK， 然后给他一点 buff， 那你先走过来。啊，打不掉！他穿过去的话需要三滴。他只不会走过来，所以还行。那如果他走过来的话呢？你也打不掉。那我先让他走过来好了。你的射程也太酷了吧？好吧，我们先这样。哦，哇哦，有点多。等一下，我想想啊，后面那只我有点射不到他。但他会走到蛮前面的，我心想，就是这样。后面那只是个问题耶，我这样都要先打掉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回来。他们法力应该是够的，照理来说。OK。我们就先这样，等等哦。接下来我们这位同学翻过去吗？翻过去需要三点，所以好像要八点。我回来的时候怎样都还需要一点点的血量。我看看，你先等一下，后面那一只很危险。他这只是走路也走太远了吧？哦，会命中！就！我在想要不要翻过去，我觉得可以耶。我们先翻过来，射掉啊！我射不死，好，换回去吧。我很想哦，你过来，把它打掉。我在想要不要走前面去。我走前面去，我很难回来，所以还是算了。我先回来这里待着，然后剩下应该都走不了了，走吧。是的，上面那边是一个问题，我觉得。OK， 先让他再去处理这里。魔法药局在哪？我知道。等等，我先把那一只打掉。这边也是一个问题。那
只看不到。可是他那一只走路还蛮广的。对啊，那个走路还蛮广。看不到的话是一个问题，我会越过来。为什么他们每次刚好在我的精准射击外啊？再回来。OK， 那我们家的大哥，我心想哦，我觉得我们继续这样子，先把自己全部打掉好了。你怎么一直没有死 ？OK， 他这个走的还蛮广的，后面那两只。这里的话，前面这几只都还蛮广的。先打掉一只。那边没办法走。就两步，把它打掉好了。那我们再回到后面吗？是我们再回到后面。我先回到这里，帮忙打掉那一只。OK， 我看看哦。那我们再回到这里。他射不到那一只啦，那一只有点远欸。那我们就先这样好了，走吧。那怪好多。OK。我们先把那边清一清。嗯，这一只要从旁边来，为什么你每次要从旁边来啊？我对哈每次打完这一招还是全部都不能死的时候，我就有点想哭。算了，我们先清掉了。那那只差一点点啊，就先这样放这些吧。哇，真的有点难。那、啊、这个我如果可以敲到这边是最好。那、啊、我们走过来，你敲吗？能。那就左右两边。我看看，先推到这边来，先把这一只处理掉。OK。先把那一只打死，这一只过来还有一点距离。OK， 那一只是个大问题，这一只应该没有关系，那慢慢来。我先走过来，先把那一只打掉了。这一只应该也不是问题，这一只让它走过来先吧。好。OK。啊、这样的话只能打到这一区，那一只你要去哪里？那一只，我走过来五步，我现在是很怕那一只是从后面来之类的，哈，这样的话我会麻烦。你走过来，你走过来。帮我处理掉好不好了，那一只应该会慢。好，那一只我打不死，你等一下、啊。我先越过来，至少我有他们的视野。其实这个打后面会比较划算。我看一下这一招的话，自己五只，自己三只，这个会打到自己的东西。
大胡子。其他都是三只，没有请这样打，可以的话，我想把这边全部处理掉，可是好像没办法，所以还要做的事情很多，还需要处理掉这一只和这一只之外，还要帮忙处理这一只，操作范围，呀，让我想想啊，我走过去会不会危险？有打到哈 ，OK， 那这阿妈是一个问题，是吧？我忘记了这招是什么了，加的一个行动键，我有点想加给我们的那位大哥 ，OK， 啊，我命中啊！他行动剩下一这一只，我就让他加一点闪避效果，让他站在这边好了。OK， 咱们家的阿妈过来了，走这边需要五步，走这边一步。那你请主管帮我处理掉哈，走过来，再帮我处理掉哈。走这边四步，所以我回来有一个五步，可以没有你。走四步回来先，这丢啊！好，这边我们先越，我们先翻墙。我觉得直接丢这个好了。那我们再丢这一个嘛，我觉得没问题。那我再翻墙。精准设计吧 ，OK， 精准设计没问题。好，现在这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觉得我先 buff 啊，我应该先 buff 我自己啊，我不能 buff 我自己，真假的？我应该先就 buff， 等等哦，我看看后面那只是个问题，可是它挡住视野，我看不到。我丢给你好了，交给你来。OK， 他 OK， 我们也做不了东西，走吧。OK，So、okay, 我们的，我觉得我先给他 buff。OK， 然后你再翻墙。等一下啊，你等一下，明天过来帮我敲掉哈。感谢给再走过去会不会死掉啊？算了，我们让感谢给走进去，然后让他帮我敲一下，再敲走一次我觉得没有问题。好，你的任务结束，先撤，然后这里就交给我们的温泉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前面去，反正他们剩一些些而已。OK， 现在最后一只我们就交给 Inno Baby， 完美，可以啦，对不对？三等了，继续。然后我们拿到物资也是还蛮多的，对，我们拿到物资还蛮多的。OK。继续，所以下一次会从这边来，两边，呀，我先去神域好了，我看有什么。OK， 好，你做了什么吗？我将我的
我的一滴永恒引力赐予你这具凡人的躯体，你应该感到开心，因为你还有机会感受到另一个天亮。告诉你的子民，永远希望永在，鼓励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为生命、希望和梦想而战吧，你会获得救赎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拿更多的房屋。哦，剩下要等，累计消耗200个行动力。还有什么？我看看，累计消耗200行动点。还有就撑过4个夜晚。好，我会加油的。另外一边我们等之后再回来，因为这边一定有那个骨头。OK, so 我在想要不要先把它们拆掉，我觉得应该不太需要吧。我们先建设好了，我们有新的房子，肯定新建嘛，对不对？就放在这里。OK, 那我看看哦，我们还能建什么？我们可以建神庙。哦，我们房子上限是为，我们上限还可以再建多一个。OK,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建神庙。要建神庙，我们需要40块，我们再不够钱，猜吧。OK, 那我们先建一个神庙。哦，神庙的那一个什么，它格式有点特别。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拆掉其中一家会好，可是我人不多，我不想乱拆。先免费回复他的体力，再回复，要看一下这是什么，升级最大法力值，回复体力嘛，对不对？ OK, 看看哦，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弄。购买新的装备，新的装备先等一下啊！对，夜晚奖励，我都忘记了。来吧，我们这边有墨奴，我们这有副手锤，然后还有水晶复辅，减少 15% 的 XP 加成，加 6% 的伤害。专注自己，可以加一点的行动力，可是会花费4点的 HP。我在想要不要拿奴诶、欸、副手锤，还是我们拿水晶复辅？拿奴吗？我看看，远程距离嘛，穿的护甲，缓慢死亡。这个如果打 boss 的话，其实还蛮不错用。我们先拿中间这个好了。如果有得打 boss 的话，我觉得要从两边来，我会有点麻烦哎、欸。下面是为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把我们三个丢在那边，然后我先把这铲掉，我需要更多的钱。OK, 然后我们先升级一点员工，我就先升级基础的东西会比较好。我玩法是这样啦。要再升级吗？我想想，还是我们买一个装备。我看有什么装备要买。嗯，石化药水、驱散、增加给予能力、增加法力值、盾牌，盾牌是增加格挡、魔法二。那 Ino Baby 来看看。有比较好，可是需要吗？我再看看温泉熊，温泉熊也没有东西可以比，感谢比的话呢？汉娜法是真的强，他那个是增加法力值。这个是增加附加金闪避，它这是增加步数，我这个是增加闪避，结果是加35的铠甲，加3点格挡。我觉得我们先不要买吧，因为我觉得都还行。
我看像我先讲哦，我这边要怎么办哦？我觉得我这里需要把我们的魔力拉高一点，尤其是你的，再拉一拉你的，好，我还剩下两个员工，两个员工。那我们先把这边切掉。OK， 没问题。然后可以建省电的嘛？可以。我们把省电放在这里吧。OK， 回复指定英雄40生命值，我觉得目前应该不太需要。就随便回复吧。OK， 先升级你们的问题，感谢给的步数增加，或者是命中增加，我就先增加伤害好了。妈，等一下我看后面有什么，减20%闪避，被击中死不了，闪避符文将会持续每持续10%法力值，可以获得4点暴击，然后我们还可以获得标记。减60的血生命值，可是会获得暴击。未处于受伤伤害的话，会加15%的闪避跟步数，增加1点暴击难位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玩全暴击，应该没问题。可是要增加命中值吗？我觉得增加命中值也不错，因为射人射到后面的话，其实蛮担心就是命中值不够之类的问题。我可以刷新属性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可以刷新属性，我现在发现到，远程增加一个105，我刷一次好了，看一下，哈，他刷一次就这样哦，再刷一次，越来越少是什么鬼东西？等一下，算了，先治疗加成吧，我该不该刷？可惜，好，那我到我们的温泉熊来吧，温泉熊。等等，我们开通道是感谢给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没事。呀、yeah, ，我开通道是感谢给，完了，感谢给加暴力好像有点怪怪的，人家。完了，给感谢给看到我会不会被他掐死？最大生命值超过100时，每超过10可以带来物理伤害。我觉得给他，就我觉得给感谢给这个还蛮不错的，稳定成长的那个，稳定成长的那个什么攻击值，他好像还蛮不错。我记得这只暴率很惨，对我记得你的暴率很惨，我没记错。法力值应该够，我们总命中。蔓延伤害你没有在打这，所以还行，稳定性刷一次吧，这一次。远程伤害增加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。好，然后到我们的 Ino Baby，Ino Baby， 物理伤害你没用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打法力的。那减60的生命值加一点暴率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。OK， 好，来吧，闪避值，我需要增加你的闪避值吗？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加暴击好了。哇哦，好，这边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个。OK， 这里交给你一个人解决吗？我在想行不行，行得通吗？我觉得我们这一边可能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路障。先这样，你先进来。我也想交给他一个人解决，这没问题吗？我是怕解决不了。你可能要站在中间，你就站前面一点。对啊，我真的好怕解决不了哦。这里也放几个好了，至少可以阻止他们一下下，一下下就好。OK， 我先弄完这里。的神殿，我都忘记了。
我们这个升到一半。OK， 好，秘诀应该不太需要吧？我是要770，那我们先把秘诀拿上去好了。OK， 先这样，走吧。我在想这样子都没问题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好，50以上才叫没办法。穿新装备，可是这装备感觉就还好哎，这个等之后吧，现在不是时候，走吧。OK， so 我想想。这边先射一波 ，OK， 你等我一下啊，我看看哦。我觉得我先狙击到上面这边好了。OK， 我觉得你需要翻墙过来后面。好，先这样。哇哦，那个走路的方向也太多了吧？等等哦。我在想要帮下面处理，帮上面处理，因为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多，所以我把它卡在中间，先把它打死。后面他自己是个问题。这里还行 ，OK， 我决定了，你先帮我处理掉那一只。谢你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吧？我看看，上面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下面这两只应该会跑得比较慢。我觉得你可能等一下还要再下来走一趟。OK， 还需要下来走一趟。上面也很多，我的妈！那一只好远，打不到。但上面我觉得 Inno Baby 一个人应该没问题，照理来说。那之前等一下好了。OK， 你帮我打一下他。那你下来吧，我觉得下面可能会比较需要帮忙。没事，慢慢来。我觉得让他走上面好了，让他自己走过来。OK， so， 这边我们先这样打，精准射击。那边有点远。那我们先翻墙，再翻多一次墙，我就先走后面一点好了。OK， 先这样，应该可以，走吧。嗯，下面真的比较多。OK， so 我们先解决一下 Inno Baby 那边的先，好不好？怎么感觉那么难打 ？OK， 好。先射掉前面的人好了。只要他们走路范围不大的话，基本上都 OK， 可以。OK， 你先走下来七步，七步，我在想七步 OK 不 OK？ 那我想想。我看一下文群雄能解决掉几个人先吧。OK， 好，七步吧。再走两步吗？解决掉这边吗？我在想会不会危险？等等哦，好像可以。
再走进去的话就不行了，再走进去的话会死。你先在那边，你等我一下。那我们先解决掉这边的全部人。走过来一点。OK， 好。走后面一点。打不死他也是一个问题。这里好像也是没办法做什么了。对，我这边也是没办法做什么了。你先恢复两点吧。OK， 走吧。那怪物量真的好多，为什么我要说？我们先把这几只会跑得很快的家伙给打掉。这只会跑好蛮远的哎，先把它打掉好了。你退后一点，我怕你死。OK， 这里的话，我们先走来这边四步，敲啊。敲啊，敲不死，敲不死再做一次。三步，这里我们就直接用一个技能。那我们先退后，你等我一下。OK， 好。那这边我们先精准射击掉这一只，走下来，再精准射击掉这一只。那我们再用箭雨把这边的人清掉。我看一下，他走得好远哦。先打打啊 ，OK。那你再用你这个技能帮我清掉他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。上面这边应该也还行，对吧？我看一下，上面这边也还行 ，OK。我突然觉得我上面那边好像有点不太行，救命哦！这边四只，我在想我这边要怎么打？你走过来要九步嘛？我觉得这九步划算。等一下啊！可是他在走前的话就会很危险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先解决你这边好了。OK， 走过来一点，先解决掉那个会乱跑的家伙。来，走后一点。把这只解决，那一只先给他过来吧，那一只没办法。我就只要没有打到我英雄手上的时候，好。先解决掉四只吗？我就可以。我就走前面去好了。剩下那几只就只能这样放着。那你先帮我打掉那一只会乱跑的家伙。我们往后一点，现在21只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。为什么我总觉得 InnoBaby 那边还是需要帮忙一点啊？打这四只，我也想尽快把他们全部粉碎掉。
他们全部的行动力都好快哦！你要往后一点了。像这几只我觉得还行。你下来，敲，再敲，过来，打，再下来，打。我为什么总觉得还一个人都可以解决掉全部烦恼的啊？OK， 可以了。你怎么会走过去 InnoBaby 那边？我觉得你可以走去前面，射掉哈，再射掉哈，射哈，射哈。好嘞，你们两个都可以走去 InnoBaby 那边了，剩下在 InnoBaby 那边的，走过来吧，最大的步数。那你射不到，我吐了。哎呀 ，Ino Baby， 帮忙，可以。这边就这样慢慢射击，应该就可以了。OK。差一点点。大哥，我需要你的魔法，你打得到吗？打不到，好，多一回合吧。你走过去敲死他吧。再见，没问题吧 ？OK， 我们都四等了，可以吧？没有道具啊！OK， 那我看我家人来了。一个英雄在一回合内造成四点暴击，会拿到东西，真假的 ？OK，Let's、okay, go。So， 这里我想想啊，我们先按每回回复，肯定是没问题的嘛，对不对？全部先给 Ino Baby。然后我觉得外面这些东西能拆则拆，我应该不太需要多太多防御，所以我就全部先拿金币好了。OK， 他只会从一边来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等等啊，我想想啊，我现在怎么弄啊？我先拿夜黑夜的奖励先好了，副手。副手奴我觉得可以拿一个欸，而且还是三级的，我们先拿一个。新的建筑我应该没东西可以升，装备的话命中或盾增加伤害跟法力回复力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买这一个38块，然后法力药水我觉得我们可以买一个。 OK， 先这样。然后我们的员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拆一拆这些东西了。好，70块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不用升员工吧，对不对？还是我们先升员工，升多一次好了。OK， 好。我觉得法力回复加我们可以先买一个，至少大家都可以一起 up up。 好，然后另外一个这一个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他就只能升一次是吧？那我们先升满他这一个，我们就放让给 Indo Baby， 那法力值多一点。 OK， 然后又可以升等。感谢给感激给是近战的，我要记得这一件事情。我觉得感激给的步数多一点会好一点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刷新，暴击值吧。所以为什么感激一个近战是打暴击？我想想啊，我们可以拿什么？他肯定会移动，所以这一个应该没不会用到。
我就在他未受伤的状态下加多点闪避可以，因为他闪避原本就高。好，下一个温泉熊来吧。温泉熊是伤害嘛？我们增加更多伤害，我觉得没问题。趁虚而入，我觉得他拿这个独立其实好像也还好哎，对吧？他这个没办法玩暴击，我记得。至于为什么他没办法玩暴击，不要问我。欢呼技能，提升伤害。这个需要多需要什么东西吗？他没有写需要什么东西。这需要血量，这不需要东西。我在想我拿什么？我觉得快速家庭可以拿，对吧？每晚只能使用三次，每回合限制一。我想想，欢呼其实也不错，我们拿欢呼吧。我这边刷一次好了，暴击量，你没的暴击大哥。好，获得 ESP 吧。下一位同学 ，Ino Baby， 法力值增加。为什么你那么多可以增加法力值的东西？那其实我们可以玩这一个，反正他法力会一直在扣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拿这个吧，暴击符文 ，Come on Baby， 拿更多法力值。这边我们拿暴击的力量。还是拿魔法伤害，可是暴击力量绿色的都来拿绿色的时候我就可以。好，先这样。OK， 那我看一下我们还什么东西没有做。我们来得及打斗一局吗？我觉得不来不及，打斗一局的话可能会超过一个小时。哦，对，我要放东西 ，Ino Baby， 拿这给你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戴一个戒指。然后再给你多一瓶药水，我再给你扣一个副手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副手不给你，这副手我们给，这副手给我们给温泉熊好了，温泉熊拿去吧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哎，差不多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就开始打这里，打完之后应该这个应该是大 boss 吧，看样子应该是大 boss。然后我们下一集就打这边哦，对，还有我们的神域，你忘记了？哈，我来了，智慧光，欢迎来到神殿。你去过浮光城是不是？我去过，所有地方我都去过。严重的物质世界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意义。要知道，我们注定接下来这漫长的宇宙轮回里，什么巨岩铲串，所以我要申请什么？我们可以做新建筑了，提炼中心。可以提炼材料，金矿啊，生产出金币可以，来吧。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先按下去啊。那我还要花那么多金币干嘛？我没发现。哎，金矿可以三个。好，我们之后要先进金矿了啊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先到此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直播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个赞，订阅，所以要记得知道我的最新影片。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我们的 The Last Spell 啦，来谢谢大家收看啦，所以就拜拜。